啊，罗拉！啊！这个武士宁愿跟我一起同归于尽，也不要放我上去。哎，别这样嘛！假赫德拉姆可以多，白刃抢来的有造船厂。我能不能放过这武士啊？然后并且跟他说，我放你一马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行侠仗义？要死也要一起死，真的啊！他刚刚宁愿跟我就让我松开，然后一起掉下去，也绝对不让我上去。我在想说，上面明明就写是不死军团，然后结果还是一样会被挂掉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肉体多强啊，都斗不过科技。科技比肉体更强悍。罗拉，我们会从这里尽全力来支援你。很谢谢你，索菲亚，任何帮助我都非常感激。这叫任何帮助都很感激，我快被射死了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我怎么想到我之前在玩那个一代好像也是这个场景，然后并且说那时候啊打的是悲迷糊女王野马台悲迷糊，有点重蹈覆辙的感觉。我们又来到这样的场景，劲爆冰上曲棍球二一，曲棍球，冰上曲棍球，以前我只在电影上面看过，哎，就在那边溜冰，然后并且用那个有点像高尔夫球，然后在那边打一打，打来打去，我们就要开火了，快点找地方躲，真是，现在不能停下来，我已经很，苏菲亚根本就没有帮助啊。EA， 看 EA 什么时候要自己送游戏，我好像没看过什么 EA 在送游戏哦。UB 之前他有送很多啊，刺客教条二这边也有。哦对，不知道全军破敌系列怎么样。
因为之前那个特洛伊跟三国都有，可是不知道哪一个比较 OK。我没有实况过我们的策略游戏哦。EA 有送 NBA 2020，什么时候啊？该不会是我那个不知道的情况吧？啊啊啊啊！喂，好，再一次！谢谢你，索菲亚。真是的，我只是想说看一下而已啊。他连那个攀爬都没有，他直接让我下去。在 PS Pro 哦 ，PS Pro， 那难怪我不知道啊。16、17、18、19，闪避、击杀、精通。好，我剩下这边一个，欸、对啊，榴弹发射器，我发觉这边应该快完结了吼。然后一个完美工具啊，我竟然没有看到。榴弹发射器也是。我原本以为是主线会送啊，像那个强化工具跟精致工具都是啊，都是主线会送。或者是说现在还没有到结束。我刚刚开存档的时候，它上面显示已经75%了。你我不认为从那里打得中他，我们得继续尝试，我们得重新填装投石器。等等！啊，我想到了，把它打碎，对嘛，战鬼，那个竟然有多人连线哦！准备好，再试一次。对嘛，幽魂可以多人连线，50打50嘛，还100打100。果然被我猜中。派出一个小队，快！我要他死。放马过来，收到空姐快受不了！无命休矣！无命休矣了！为什么是直接消失掉？希望能出指定上，我觉得不太可能呢、欸。应该要先独占个一年呢。还没完呢、啊。我们正在重新装填投石器，等等。啊哈！我都快死掉，你给我再重新装填。
魔术。可恶！怎么回事？如果下面还有人活着的话，立刻就杀了卡福特。这是你的最后一道命。你的大航海又被阴了吗？应该很少会被阴吧，大航海啊。我们会奋战到最后的。这听起来怎么感觉好像立了 flag 一样？如果有一些那个作品啊，他不会说什么奋战到最后，他通常都是背的 end， 就是我们会持续战斗下去。听起来有点蠢。拖船抢 flag 立线，对啊，这完全有点像立那个 flag 啊。我们会持续战斗下去，听起来超不 OK 的。我们得重新联盟同时进，啊！我刚刚被戏啊！需要给索菲亚打讯号，让他们发射投石器。啊！我们已经准备好发射投石器了，就等你的讯号。哦，搞定！失去老师，抢人卖掉赚钱。你是说把敌人的船抢起来，然后再拿去卖钱吗？嘿、hey， 你们这些人，罗拉从上面直接掉下来，天花板都破了，然后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。啊！被发现！东躲西躲，殊不知我就在后面。哦，搞定！真棒，超美丽的。罗拉又第二次被抓走了。罗拉，你很。我觉得可以用这招欸。出来跟我战斗，不要躲在阴影里。你可是比你那些朋友都还要强悍。使用寻获的物品转移康斯坦丁的注意。我这样不行吗？我已经 K 了他好几次了。他是那个吗？肉盾哦。你有目睹你的好友约拿死去吗？因为腹部受伤而死去，可是个很惨的死。在你隐藏起来的时候，他是否要动？
无命休矣。为什么要跟那些比你软弱的家伙在一起？你是躲不了了。嘿！啊，看来是这样，没错。感觉像是我之前玩那个《邪灵入侵》，那第一游戏。这是最后，这是最后、哦。我输了。这最后吗？一代我记得最后进营地的时候，他会说这是最后一关，应该没那么快吧。赫德可以把白刃灿抢来的船拖到。太郎也行，信太郎吗？啊，所以我到时候看你的影片吗？影片最快。我先用赫德拉姆，你那个妹友给我的小攻略好了。他就最终 BOSS 哦。啊，那个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本来不是。另外一个女的、啊。这一切都是你姐姐对你说的谎。等一下，三代呢？我突然间好像觉得跳脱太大。一代是野马台悲迷糊吗？那还可以。然后二代是圣三一。不，你在说谎。他向我们求饶，但眼看没来呀，快动手！他向我们求饶，但眼看没办法，就改成求我们放过你。好，我不杀他。那这样不是等于说倒了那个道吗？你看他自己下去了，用不着我来杀他，自然会有人来把他收掉。剧情真的很怪。到第三代的时候，圣三一啊，他其实还在，我觉得这还可以。可是就突然觉得说，圣三一有一个 BOSS。不是，好像不是那男的，这个年轻的，而且他就是罗拉到处乱杀他的部下，然后还是乱搞，那个男的都直接当作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跳脱太大了啦。我们以为跟二代会衔接很好，看来应该没有。安娜，住手！哦，好 ，OK。你的手下都被打败了，你的弟弟也死了。被放慢了。赫德拉姆我就先试试看啦、啊、反正古墓我100%之后就玩那个大航海赫德拉姆看看。你放弃吧，我为了这个而抛弃了一切，我才不想要把它交给圣三一。那你的父亲呢？你会害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笑话。你已经如此接近了，怎么能够就这样放弃？我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，我不能让你拿走他。想想应该后天啦，因为我这个想要用100%，我们可以拯救他。我已经很多东西都拿到了，可以一起改变这世界，这代价太高了。我觉得有分歧哦，有分歧，因为我刚刚选择没有去杀掉那个 boss， 你又不是那个，然后他在这边的时候选择说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。我在想说，如果刚刚我把他干掉，是不是代表说罗拉为了他父亲的名义，然后选择另外一个路线？雅各，啊，雅各死了。就不该存在。罗拉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想想我做过的事跟你做过的事，不用再有另一个卡福特为此牺牲，但我愿意牺牲。他哪边都去不了，他哪边都去不了。
他们，你怎么会认为说你一个手枪可以打赢他？我快死了，我只有这希望。雅各是先知啊，不死军团是他的手下，只是失控了。我觉得会承受不住，我觉得会承受不住。变废铁，给雅各摧毁。没事的，觉得摧毁可能雅各就会死了。雅各，撑着点。地上好多战利品哦，让我想到一个巫师二。巫师二有些不是打赢敌人，然后他会变成一个包裹，然后还会发红光。在我这一生中，有没有别的路线啊？比如说我刚刚选择把他杀掉。那会不会就变成说这边罗拉拿起神圣资源来被吸收？而且这么大坑让我想到暗黑破坏神一。我以前不是玩暗黑破坏神一，最后不是主角把那个能量石往自己头插上去？你做到了。如果罗拉刚刚选择啊，就是黑化，然后就直接说 I am God， 然后把那个神圣资源往自己身上插，然后变成暗黑破坏神。没有、哦，好吧，就只是刚刚那个地方稍微分歧而已。罗拉，我经常在想，要是我父亲在地下有知我让家族蒙羞，不知道他会有多么气愤。卡夫特究竟代表着什么？我只希望有一天你能以自己的方式留名于世。要记得，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身份。给那个女人听嘛，那老女人。啊，就是罗拉自己拿自己听哦。我还是觉得我辜负了他。我想他也会做一样的事。啊，所以三代呢？快点，你还要赶飞机呢。圣三一在这边已经结束了，所有游戏都有隐藏。因为想说刚刚那个地方有分歧路线，我在想说是不是有那个隐藏啊？他在这个情况下会如何决定并不重要，这是属于我的选择。基特城的传说是真的，这世上确实也不能说一代罗拉坑一个小岛，二代坑国家，三代坑世界。不是为了父亲或是任何人。我觉得可能那个暗影啊，他是把他就是在二代中途直接切换过去到别的平行世界线呢、啊。返回两个星期前，彩蛋。安娜，你说不需要再有另一个卡夫特为此牺牲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卡夫特。是你杀了父亲，对不对？结果你还是要把他干掉。你刚刚不开枪射他，现在要开枪。圣三一下也算了。下不了手，你说谎。我爱你。哇！结果圣三一另有其人。好，那么卡夫特呢？不，还不需要。好了，圣三一看起来就只是后面接续彩蛋，可是到那个第三代我玩体验版，而圣三一就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继续游戏，我选择继续游戏看看。那我
我的100%收集要素是怎么回事？我没办法回去哦。那这个要是代表说我通关，然后没办法回去收集吗？安娜·科林。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知道这难以接受，真希望在他临终前陪他。结果竟然要按继续游戏。他知道自己的族人已经平安无事了。没有啊，古墓结束100%，我刷完之后就是接大航海啊。所以古墓100%结束就会用了。祖先的誓约完成了。这感觉很像以前玩神奇宝贝，打完那个小帽啊，打赢小帽之后，然后你要再去那个读取游戏，读取游戏的时候，还会接下去。还有很多地方等待探索。对啊，光明二部曲啊，好像也隔了2-3个月嘛。不过看大航海啦，如果大航海很快啊，因为我先玩赫德拉姆好了，很快的话我会先再玩一下其他的看看。1-3股33%，未成100%，被淹没的档案室，太阳系谱。好啦，那到底有没有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就想说啊，怎么可能不行啊？应该快了啦，我这边应该快了。嗯，对，可以，终于可以开始四处搜寻。我现在85%，86%，明天应该就可以100%了。我先去那个啦，我想说一定可以啊。嗯，今天还 OK。嗯，主线是还好，跟一代比起来，它总个整体长度多了2倍到3倍。嗯，还不赖啊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在营地旁边放陷阱？为什么在营地旁边放陷阱？神经病欸，到底是谁去想到的？为什么要在营地旁边放陷阱啊？莫名其妙，就这样我就突然领便当了。也太夸张！我才刚一靠过来，我就领便当。莫名其妙的一件事。就这样，我们被整了一下，走路要小心啊！你不注意就领便当了。这边我都拿到了，就差一个。哦，有了。好，这边成功。真的觉得说很糟糕。100%，100%。100%，100%，100%，研究基地，基地营。好，我来换这个地方。我把这个区域100%，然后今天就到这边，然后明天再把它全部的都拿到。
因为难得我们都已经快要 clear 了，主线 clear 了，其他还没有，都剩一点点，我就想要把它全部都拿到了。有一小点强迫症的感觉。然后后面的营地好像就没有了，就一开始那个维多利亚，维多利亚，你我刚刚稍微一转个弯，然后就突然掉下去，被插死。都有燃料箱啊，算了，之后再说吧。那我就到这边先存档了，87%。50,000大船，不是说还有100,000吗？啊，对，一开始价格没那么多。到时候应该礼拜四吧，礼拜四就会用大航海了。那今天下午的实况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啊。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。那古墓奇兵明天下午再继续来，晚上刀剑神域应该也差不多快好了，剩下两层而已，然后虚空界也剩下两个。好 ，OK， 那我到这边，晚上再见啦，或明天再见，拜拜。Yes。啊哈！为什么你给我那个全形号、全形的惊叹号？我给你半形的，你给我全形。